把棺材下面再说。 这黄仙官，你今天都看不着我，我一直奇怪啊，这脏东西怨气怎么那么重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马老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再不跟我说实话，遭殃的可就是你自己的儿女了。仙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 家这房子是民国那个时候盖的，听村里的老辈儿说，早年这个地方就是个坟地。妈，你说咱家这房子下面埋着死人？哎，啥也别说了，这指定是你家祖上啊，抢了人家阴宅了。房子盖好以后，老辈儿请过一个保家仙，说是四季保平安。 九局财宝地，清风烟魂都得躲得远远的。可远浩他爹不信，非要把之前那个牌位给砸了，不趁他不注意，偷偷给藏了起来。你这胆儿也太大了，这保家仙还能撵走啊？那撵走了，邪祟肯定讨债来。大仙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老宅胁迫冤魂不散，这是要一心报复逃命呢。 出条明路，救救我们全家吧！ 警察弟兄们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大平，怎么了？